不到三年的时间，在今年呢，就在我们全国的古王争霸赛夺得优等的好成绩。今天呢，为了要让我们这个全台湾重视纺织业，还有来自国际的买家们，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为了今天表演，他们准备了许久。谢谢小朋友们，很精彩的演出。好，在我们今天。